起手机亲切合影，就是不见另一位主角最身旁。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受台中市政府顾问、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邀约出席台湾兴业论坛，两人时间却巧妙错开，同场不同框。我想这个办这种论坛呢，是不分党派的，我并不排斥跟他在同一个论坛上面。本来他的安排应该是由行销公司来做处理的，那原本就我知道他应该也要参加这一场的，但后来好像是因为行程冲突，所以他有调整他的行程，没有合体，似乎是怕再掀起争议。但知情人士透露，平常这种论坛蔡碧如都是由民众党内创业委员会举办，这次主办单位却是台中市梁山聚众文教发展协会，还查无立案，遭质疑是否在寻求外援巩固势力，争取副主席，毫无所悉也无从评论。外面怎么会知道我在党内失和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光明面，而不要把它讲什么寻求外援，嘿，太严肃了。蔡粉会我们可以圈粉吗？四两拨千斤，强调自己也只是受邀对象，但党内不和声浪早已甚嚣尘上。不只因为透露柯爸病情遭柯美兰呛杀闭嘴，还传出柯妈妈早在2020总统大选登记时就认为蔡碧如阻挡柯文哲，因此心生不满。我想柯妈妈是爱子心切了，那其实天下的妈妈都一样的，所以我想我对妈妈，对柯妈妈，我想还是保持一个尊重。眼看12月白银党代表选举就要来临，党内依旧群龙无首，各派系动作频频，持续角力。华视新闻罗代昭、黄品轩、杨文尚，台中、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